撞到腿了吧你？姐，你别跟他一般计较了，真的，他的腿伤还没全好呢。你们这么回去的话，再这么吵，叔叔阿姨肯定很伤心。姐，你看到他腿上还没全好的份上，你再原谅他最后一会儿，行吗？姐，行了行了，你弟啊就是个戏精，走吧。姐姐，你别生气了。哎呀，贝贝，你跟他说这么多干什么？你看不出来我让着他了吗？结束。你腿怎么样啊你？可疼可疼了。可疼了。我就说你这么不小心呢。揉揉。嗯。怎么回事？这小子不是傻吗？好帅呀！吃枣呢？枣子里。哎，咱不是去酒吧了吗？怎么还受伤了呢？怎么回事啊？爸爸，我跟你们说，关雨晴他打我，打你？打你哪儿了？打我腿。我们刚刚在酒吧遇着，把我都踹瘸了。别那么夸张好不好？明明是自己撞桌子。这不倒霉催呢吗？你怎么碰上他了？哎，贝贝，你没事吧？贝贝没事，贝贝不可能有事。关雨晴我能忍，他要敢碰贝贝一根头发，我跟他没完。你这二姐，我跟你说，就仗着自己工作好欺负人，这不彪吗？怪不得嫁不出去呢。爸，你别说话那么难听啊。那人二姐那么生气，还不是因为你们占人房子？哎，你这是帮谁呢？你这是老关家自家儿子结婚还不能有套房子了？你说不好听，动手打人就是不对。不行，谁敢动我女婿，我必须给他找回来。哎，这关雨晴也不能得罪深了。我还怕他个丫头骗子。房产证写着他的名字呢。哎，郑雷，我去给你拿些冰块吧，先冷敷再热敷，好的快。嗯，行了，我给你拿点红花油。哎哎妈，不麻烦了啊，别动了。贝贝，要不你扶我去卧室吧，我觉得我现在这条腿，可能跟你聊聊天，过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爸不用麻烦啊，爸也不用麻烦，慢点，我慢慢的，咱们不用时间长，你就陪我聊会儿天就行啊。好，慢慢的就行。进来就是玩玩的时间，准备好了吗？不要了。来，让老丈人来照顾你啊！爸，不用了。哎，千万别跟你爸客气。不不不，爸，我觉得不用。走走走，真的不用了，爸。走走，真的不用了，走。贝贝，明天早上不是还有早班的吗？啊！贝贝，哎呦，雷，早点休息啊。早点休息，妹妹，救我！晚安。贝贝，救我！